也吃得下。哇，你别个头，咔咔咔两块是光的。哇，哎呦，俺大脚。感谢订阅。烤鱼头呢？你啥时候丢的？嗯，丢的。这个脚有点毛松。他就想把手最近怎么样老马开我的号来上一下上什么看你是干抽血瓶你就完了我自己给我自己抽血瓶可以啊就不吃了不吃吗啊你这样不吃圆圆这里你看我手上干嘛服了那那裤子秋裤子那个马裤给拿来啊你帮我冷死啦你帮我透透杯我小口疼一下这壶你们盘下去哎求你搞我噻你给我马个几个狗我们盘下你有马个几个狗我是盘你拉我没有个几个俺破防了哟俺小伙呀我去搞个盘子没这么快去搞个盘子给你装着等会喂你们一起吃好不好哼、好不好呀你的火锅料终于准备好了今天吃火锅吗哼斯顿哼我们准备了多少鱼这个鱼是别人给的之前别人给的拿了喂狗子俺不舍得别人怎么不给你鱼那得问为什么了偷的人品不好那得问你为什么了是吧小哥是吧那天小哥你那么好看一下我点了帮凶的那些菜别人你不吃就凉了被爱是真的泪是假的得怎么执着又不是我哇好漂亮啊煎的摸鱼摸了半个小时了斯顿你会举报哈斯顿哈被爱是真的会是假的带薪上厕所是吧对呀、你带薪上厕所怎么样拿进去去给个拿进送加餐去真有你的斯顿对呀斯顿把你死掉滚给公公主公公啥我们公司还招人不不招女生女生吗老老祖宗能有三级一天上四趟的厕所不过分吧哎不过分不过分呀非常不过分斯顿我怎么感觉我烤的肉都变成黑子吃的他们这几个都不爱吃似的怎么样的啊就放生那种生这样的没放生你啊个头就没累的你脸看
你讲几点生？小黑老黑几岁？大黄还没睡的。哎，别咬筷子啊！对呀，大黄你吃吗？火锅猪鹅好吃不？不知道，没吃过。行，好吃吗？屁的嘞！圆圆，你吃不吃啊？圆圆，给你一个最大的。改料给你们改挑，你怎么这么挑啊？不能这么挑，圆圆。鱼都不吃了，哇哇！欢迎汪海哥，妹妹又漂亮了，为什么第一句话不说我？谢谢汪海哥的3000，还不够，汪海哥你再试一发呗。缘分3000，几点吃番薯？我不会吃番薯的。有没有哥帮我加一加的？不会吃番薯的，哎呀。黑子过来这里，黑子过来这里，坐过来要看到你，不看到你，哎，不可以凶。不会，你帮我加一点呗。哎，不可以。12点再来。来，过来，过来。不可以帮我加一点吗？黑子，过来坐这里，坐这里，你看看你的嘴。黑子，过来，快点听话。你看，就劈到双眉用噻。就我撒大黄，撒的过来啊！你们俩你干啥？坐下，要乖，坐下，坐下车，黑子，坐下车，买票不？坐下车，买什么票啊？坐下车，不坐下没得车了哇！坐下，黑子，你去接我。哎，黑子真乖，不用，真乖啊！黑子啥都吃，对啊。来，黑子再吃一个。这我呢，等会再吃了啊，没有这么多给你吃啊。飞广州，现在去广州干嘛？没开学。啊，Hello 哥，来大黄，大可不必，老举重，大可不必。他妈你滚！你滴滴，看到这里，看到这里。安V哥的回忆，筷子都能吃的吗？哎呀，筷子都吃了是吧？谢谢V哥的超粉虎粮，谢谢V哥。哪里有吃你就蹭哪里啊！真的是你好，这小子怎么长得跟个女的一样？这小子，你这话说的挺没毛病的，好像是有那么一丢丢道理哦。大老黑给他吃生鱼，不，他真的哪里有吃的去蹭哪里，应该没球他们都不敢的。你还挨这么钱是吧？啊，好好。太贵重了，掉。你能拿掉？好的，来，跳，我吃。大黄，还敬一个。大黄，这里，大黄。你吃不吃？鱼尾巴，你吃吗？你又不吃。有三下。服了。千里万里，乌云天很近，你的世界有多的能有回应。没得吗？没事，大黄来。你别和他们一起玩，哪里玩去？
你那么矮，对，我也觉得你穿的这个像，你比那个泥板低。那就挖个泥盆，泥盆泥盆。我只能说对面有两块大饼。对的，一碗泥，一碗泥有老子挖几颗糖。什么梦都挨着背，什么个梦要背？有什么玩意给姑姐？你搞笑了！欢迎苏小哥，感谢哥虎粮，来给你拿出来。你什么什么梦都挨着背？这是神遇到的梦，不要烦恼，什么烦恼？你又把泥挖几个？那狗没尾巴，嗯，有。没，秋裤子没火了，没有，我烧的炭。妈呀！啊，小勇啊，不可以烧，不可以烧，行，不烧，不烧，不烧，没事，等会才吃，现在还没好呢，不烧啊，不打架。好的，乖乖，对，乖，乖。好了，行。哎呀，封门哥！哎，不要凶，没这么快吃，乖。不能凶。干嘛呀？凶什么呀？谢老举中的虎粮，老举中特别多虎粮哈。哪里搞的？偷的虎粮吗？虎粮都能偷啊？上哪偷的？瞧，分哪？这个狗像牛头梗，不是，它是卡斯罗。欢迎九半哥，大黄你在找什么？大黄在找鱼穗，没了。来来来，大黄给你一个。欢迎东哥，攒了半年的虎粮，我信你个鬼，虎粮会过期的。哎，大黄，大黄，圆圆，你刚刚吃了一个，这个给大黄吃啊。盘子，欢迎公哥，舔盘子啊，乖，黑子过来，黑子黑子过来这里，过来这里，你在后面躲着干嘛？这么一空间，躲这里啊，来来来，黑子来这里，来，不要躲后面了，来这里，黑子来，我不舔，你舔，老祖宗，你咋不舔？黑子过来，黑子过来，这里过来，这里这里你吃不到，我跟你说那里吃不到，我过来过来过来，黑子被熊跑了，没小熊了，人没小熊给都给这么熊肉，哪敢生老五。老马中午吃啥？老马吃饭啦，老马我吃饭。黑子过来，这里黑子过来，我吃饭。我给鸭子咔咔咔两盘，只能是鱼骨头。我也想吃饭，我们家还有没有雪瓶啊？为什么没有人给我加雪瓶啊？我想吃饭，没有人管我了吗？你赌我吃不起，你赌我吃不起。公哥可以让我吃吗？不一定啊，跟你说不一定。可以让我吃吗？不一定。我饿，哒哒哒哒哒哒哒，肯定能吃到饭，该减肥了。我又不肥，我这么瘦呢。好，圆圆，圆圆，我是不是很瘦？这只乌鸦，爱你哥哥。
我还不肥，我不肥呀、啊，我很瘦啊。我刚拿到手。意犹未尽啊！你今天都吃了，骨瘦如柴。对呀，对呀。那你给我帮我抽抽血瓶吗？帮我抽抽血瓶。帮帮我呗，没有人帮我了吧？帮帮我呗，帮帮我呗。没有人帮我吗？铁哥，可以吃饭吧？真的，我才惨呢。石头剪刀布，一把决胜负。赢了的你帮吗？需要多吃红薯补补。老板，我想吃饭。石头剪刀布，啊！三局两胜。三局两胜，三局两胜，不服！我有钱吃饭了，我有钱吃饭了，不服，我不服，啊，不服！我有钱吃饭了。变菜了，才不赢我竟然、啊、这把可以三局两胜吗？三局两胜好是吧？喵的，老子要赢了。石头剪刀布，呀，我第一把，老子哇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布，石头剪布，操！不按套路出牌是吧？啊，不按套路出牌是吧？最后一把，快点！最后一把，石头！我他喵，我好紧张啊！啊，怎么办？啊，怎么办？快点，快点！最后一把，等一下，你不要打扰我发挥。我一定要赢，我一定要赢！石头剪刀布，滚！他喵，不要塞里面，不要塞里面！石头剪刀布，快点，我赢了！我大喵，我终于赢了！赢你了，我赢你了，我赢你了，我赢你了！切，放水是吧？没放水，没有啊！锤子，喵，三局两胜，我好不容易赢，谢谢公哥，三十块！切，那你还不住的？谢公哥，哇，三十块！哎呦，那我十四炉。谢公哥，妈呀，我有钱了！我也能吃饭了，我有钱了，我也能吃饭了。不要在那嘚瑟，别吵，后面靠我自己了。谢谢公哥，我有钱了，我。别吵，不要凶他。我有钱了，我有钱了。你要凶，你凶圆圆，知道吗？雄起。有史以来第一次赢他，有史以来第一次赢他，之前不是赢的我还不多吗？我以前。我以前
我以前猜拳都是赢他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一直都猜不过他了。他喵的，他自己变菜了，不能怪我。你自己变菜了，不能怪我。以前呢，逢猜必赢，转过来一点。好菜呀，他喵的。后面看我变这么菜，我有四块了。黑子，黑子，黑子，黑子。我一下。来下雨了，这边要下雨了。乐色了又，对呀、啊。你个老祖宗！哎，哎，两把，让你输了两把，让你赚了十八块。谁叫你这么菜？不然我全赢，我就那啥了。谁叫你这么菜？吃番薯。谁叫你这么菜？谁叫你这么菜？他都那啥。又有快餐吃了，不对劲。干嘛？史顿，你想干嘛？史顿，给他剪掉。刚刚叫你给我加，你又不把我加。拿那个伞打回来，擦不干吗？拿今天那个，拿今天伞。又凶起了，那必须的，我能吃快餐了，我够钱吃快餐了。看烟火哥，我也能吃吗？有没有哥帮帮我？嗯，什么？哎呦，又浪，下雨了。你手机要挡得到，你手机挡得到吗？我手机挡得到吧，它挡不到它就那啥了。挡得到，下雨了，我的天哪，好冷啊！我的鱼，我的鱼，还有风箱盖，吃饭，吃饭，锤子，吃饭，几点钟了？没这么快啊，阿正哥。几点钟啊？快点预定好。什么意思？预定好先。不可能，等会给你剪掉，来一个人。预定好啊，吃饭了要。来个人就给你剪掉。要干饭了，十一点了，准备十一点了。黑子，你不吃了吗？黑子，黑子过来这里，过来这里。黑子过来，过来，过来。黑子挤不进了，讲一下济南。挤不进去的呀，啊，黑子。都围了一圈是吧？围了一圈，来给你吃个鱼尾巴好不好？摸一下你，过来嘛。奔驰已经起诉你和。本来这个帽子是卖给老马的，结果呢，老马他戴着那啥，然后就变成了我戴。啊，是他戴。对，然后后面我就发现小杨他们也有，啊、后面带着带着就变成了奔驰吧，我都。对啊，他们说那个。对，他说这个标是个奔驰标。人家两个眼睛。但是这里眼睛有两个眼，看不见。吧，你们看不见那个眼睛。你们看不清那个眼睛。好看吗？奔驰印头顶上显得我这里写着两个字有钱。他都是白色的。嗯，我的这个是卡色的。小黑，小黑，对，黑子，小黑就好，我在这，你叫谁呢？对呀、啊，黑子，黑子，黑子，没这么快吃，着什么急？是的，津津有味。我不会连十四块钱都卡在这吧？嗯，你卡在这了，你没得吃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烤成，是烤成这样。
黑子，你在找什么？没有啦。黑子，看新妹子去了。好，东哥，好嘞。相信我，我能凑到。好像有点。你先把饭煮了，等会煮火锅，好舒服啊。还有火锅，谢流浪哥的粮。安都市的，安都市哥，你看有活动了，凑那个看一下，汤圆666，哎，贴贴。黑子，不搞，你看看你的嘴巴，那摄像头了。黑子，你干嘛？黑子，哎，哎，黑子，你还找什么？没啦。黑子，还在这找。看看你的嘴巴，圆在抢，跟我昨天一模一样，哪一模一样？黑子，还在找，没啦，黑子，反过去了，你要是滚那个你买，滚，你要滚，哎，滚什么了？六给那个汤圆，六，你过呀，嗯，过呀，还有，哎，几秒钟了，还没过，没过，搞个新面具好了，嗯，谢谢风心哥的超丰富粮。我买的刚好够快餐，对啊，他的钱刚好够快餐的，能不能，吃顿能不能给他减几块钱，让他也吃不上快餐，吃顿。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我看到了啊，吃顿。好，没问题，他看不见，看得见吗？看不见。还有奶瓶儿，哎呀，妈，欢迎 K 哥，好久不见了 K 哥，你在做啥子不？对，我也觉得。哎妈，这给我拍出什么片来？拍呀！你奶奶敢告谁啊？奶奶。黑子。还没说干搞呢呗。四段，看这里，接受啊，就要接受，嗯。你们该生又生又累了呗，你狗又生又又搞啥？又蠢，又生又讨你个欢喜，你讲干了去啦？还想拼夕夕买把伞呢？丑的可爱，对，丑的可爱，真的可以这样子形容。
我漂移一次呗，没开玩笑的。那我漂移一次能吧？嗯。那就呼吸的哒。你可以。嗯。你可以。做好的，安排了，安排了。还有南哥，南哥，你吃了吗？太好了呀。吃了。嗯。哎，没事，可能虎头歪。安排了，嗯嗯嗯嗯嗯。哎，南哥，南哥，你吃了吗？这做什么鱼？这烤鱼给烤鱼呀、啊，给他们吃呀、啊。烤的都没了，妈呀，两下就干光了。我们家还有雪瓢吗？我想龙纹。啊，我龙纹哥，我今天中午不想吃番薯了。弄好了，还没吃。还没吃，你自己做的吗？有奖杯，四对儿，那好呀。没有没有雪皮儿啦，雪皮儿大雪皮儿，谢谢龙文哥的好粮。有猫吗？可以的哇，喵！我可以要血瓶吗？哎呦，那死哟！你刚都那死了，我刚刚都喊你了。干嘛呀？咬我的嘴！没了，你们在这里找什么？这里还有什么？盘在哪呢？礼物只有奖杯，整两块吃饭，没问题。我想要，我想，我想要雪瓶。对啊，差两块。每当温柔的花，哒哒哒哒哒。欢迎艺人哥，小黑。欢迎晚风哥，欢迎南山哥。刚退休一下。对呀、啊，今天礼物好了，搞事呀。那你不等来跟我俩？调一下了。那你们要剪就可以剪呀，我没有叫你们不要剪，我说我肯定要吃饭呢、啊。那我肯定是要吃饭呢、门呢？门还没有，吃不了火锅。听说我要减肥，我没有说我要减肥呀、啊。我这么瘦，坐下，对，坐下吃。你看看你的脸，嗯、啊，坐下，等我吃。杨大哥，我要吃饭，我不减肥。我不吃饭，我要减肥。没呸呸！啊，你要减肥？我不减肥，你的我要减肥。喵的，呸！说错了，我说你要减肥。我不减肥，我要吃饭。我要吃饭，我不减肥。雷静哥，我就还负十四了，再帮我凑，再帮我凑。十四、十八、三十二个血瓶，我就能吃上饭了。我今天就能吃饭了。汪海哥，汪海哥好呀，帮帮我呗！我就还差三十二个，我就要吃饭了，我就可以吃饭了。我想，
我想吃个饭，我昨天已经吃番薯了，我今天不想吃番薯了。青蛙豆，豆是这个意思。圆圆，我海哥，你吃饭了吗？圆圆，你也傻。打游戏。哦，那肯定不行啊，妈呀！人家那啥的还给你吃，开木轩。守护买一送一，不是，那是守护送剑皇嘛，还干饭，送剑士嘛，一个月。对呀。1314汤圆可以卡爷窝，哥们。这煎的什么鱼头跟鱼尾、哎、给狗子吃的。谢陈七安的虎粮。下雨了，对呀、啊，下雨了。哎，公哥，老鱼了。真的啊，我这都要吃番薯了，我能不吃了吗？妈呀！切！那小姐们，你点外卖。我不吃，新妹子太腼腆了，正常还放不开嘛，等到放开了就好了，刚来的时候都会这样子的，不习惯面对镜头，真的像我们也是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腼腆的一个人，也是很腼腆的一个人真的啊，我们那啥时候也是很腼腆的一个人哎，我到了山。真的，我不骗你，我跟你讲，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连话我都不敢说，我发誓，真的。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连话都不敢说，我真的一说话我脸就红不变呢，这你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熟了呀，知道不，我就是那种的，我刚开始我脸都红的，哎妈，尿松神嗯，你想起来你看老马他都说他相信，哎老马他说他相信，给高了，底下没分，比他还怂是吧？哪里是被老油条了？是因为熟悉了。老马也这样，老马刚开始的时候，你叫他说话，他都那啥，那时候把他急哭了，你知道吗？老马第一个暑假过来的时候给他急哭了呢，别人叫他说话他不说，他一个人在那里哭哭啼啼的，笑死我了，他喵的。哎，小虎牙哥二十岁真的有这个不变的，谢谢订阅。
两片。嗯，是的。是跳钢冰凉的。诀别时，欢迎小马哥。吃了吗？忙下。忙会带去的。哦，你来玩。可以。忙，咱们一娃子，一娃子。诀别时。你被排挤了。你们该不贡献？你没跟他？不弹，他这把枪用不好弹呢。弹呗，让弹呗。哎，等会儿。不是吃货，啊，是因为想吃东西。你看我刚刚都没吃东西。我刚刚都没吃东西。不够你想吃的，等一会儿没这么快，还没煮好呢。对啊，一吃就停不下来。我也要吃，刚刚给你又不要，没了，吃光了，对吗？吃光了，没了。看小屁子，完了，下雨了，没了。老奶奶减肥。是不是就得那个了？就得吃番薯了。没了。没了。嗯，这个真的很好吃。肯定要打伞呢，不打伞就废了。真难吃的呢。我刚吃它了。啊，你家又有个。这个三天，你打到伞的声音，他们带毛的下跪。哦，来呀呀！人才，就真的人才，你要怎么搞呢？你带毛的下跪。你又赢了宝可梦的了。唱几个舞台呢？好个贪毛。去玩两个台，嗯，去玩那个，玩那个金宵的那个吧，金宵，对，就那个那蓝牛的那个嘛，那个风风的吗？嗯，西西风风的，给证啊，还是那种，给证啊，嗯，价格给是吧？小叔我两号，这不我两号石头的吗？嗯，石头哪一号真的假？就打给你呀。哎呀，五月的。哎，时光，欢迎远方哥，远方哥呀，你吃了吗？夜人有这个梦想，永远的哒哒。欢迎红叶哥，欢迎小翔。狗子吃呀，我是煎给狗子吃的呀，我又不是给我吃的。给我家狗子煎的呀。哎妈，都穿人不如狗系列，那也倒没有了。好，黑子，现在你就给我摸了。嗯，
也可以走开吗？你还去那边呗，没位置坐了。哎呀！你说我可以坐吗？不可以，没位置坐了。干嘛呀，又不说话了。煎排骨，那我先走。不是啊，这个是鱼头啊，煎炒排骨，你在煎。多年信任，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只能说我输了。也许是你怕了，你那啥吗？嗯，其他爽了。欢迎无双哥。黑子，你干嘛淋雨啊？黑子，哇，那个这傻屌那个，什么东西？那个里面还有一个妹个，啥子？哦，妈，还没那个回来。哦。傻屌，没事的。还有个傻屌。喊大树哥，喊明月哥。不吃生的啊，不吃生的，生的吃了拉肚子，知道吗？我烤熟再吃，听没？烤熟再吃，听到没有？哈，不吃生的，黑子，听到没有？黑灯下去点，只能说我我仍然一个女性。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这首是东西。啥子？我那有什么啥子？欢迎小喵。淘汰。只能说我输了。很久半个，也许是你怕了，好安静啊。嗯，
道别，只有想见面，在朋友面就说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疯癫？太阳都该滚了，他明天怎么太难滚？还没有谈这种困难。我说是多了的那一些。摸一下，你给小的不？看到小的，它不高了，打你个玩意卡。你看，刚又不干那个事情。你刚底下有没有回去？有回去吧，就要给你看。这回没拿停，有没有？老师。欢迎纯南哥。在下就只好是做朋友，再向前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突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 倒下快倒下，爱你琛哥。圆圆快倒下，你也说完的第一声，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当视而不见。圆圆倒下，倒下呀圆圆。他这搞不懂，倒流一个瓶颈的吧，大家都理解这个，所以搞不成就不接了。摸一台的那种男的噻，你摸摸摸一台的那种出去跟男的那个噻，然后你的那个三公点，哎，要小一下，胸大，身材好，对吧？大家都小一下，你口碑好，是都用的噻。妈呀，那个真考身材，考起没来的噻。哎，阿正哥，好像小胖子，我不是小胖子。真的会有分界线的，肯定会有啊，上次就那个马路对面在下，这边都没下，你看着他下，你就那个啊，他那里都湿的，这里都不湿。没有，我也没得吃，来给你尝尝。哎，你看他那都不够过嘴瘾的，是不是？黑子黑子好你想睡觉睡不咋了？咋的呀？咋的呀？我几点吃？哎，我没有饭吃，我又要吃番薯。你不烫啊？不是呀，这是给狗子吃的呢，刚下夜班。那为什么是一头公牛去了？嗯，你黑了，而且你是好，你真强。下夜班，这么晚呢？那就牛在那里，
是给狗子吃的呀。谢谢龙王哥续费，龙王哥可以给我血瓶吗？姐姐说，龙王哥，我也不想吃白薯。胖子，我不是小胖子。还好吧。哦，不想吃番薯，昨天吃了。谢谢龙文哥的五组汤圆，小龙文哥，龙文哥，给我加码。谢谢龙文哥，龙文哥给我加码，给我加码，给我加码。还有未来一个，给我加码，给我加码，给我加码。鹌鹑哥，加，老马，我负九了。我负九了，我可以，我差不多可以吃饭了，今天可以不吃饭了，还不吃那啥。啊！啊！气死了。你过去一阵呐！哎呀，这怎么听？够听，点你点下等于开门。终于搞完了，就快吃，可以吃了。谢谢龙文哥。哎呀，哎，小虎牙哥，我负九了。你看这个不能吃。我昨天应该是冷的吗？钱是哪一边？妹妹呀，妹妹的就是我的呀。我负九啦。妹妹的。他两块就可以吃便当了，他已经可以吃了，他十八块一份快餐，我还没得吃呢，我也想吃快餐，我好饿。谢谢你愿意，风景多美丽。快开学了，还没这么快，现在都开了，很少听。安子坚哥，感谢订阅。没那么快。走你个年呢？19号开学。没有，半个月。快半个月，还有，没事。这么快，还快吗？他们都说迟了。半个月前你也说开工还早呢。还吃龙虾看下雪。噼里啪啦的声音好好听。大黑也在，对啊，黑子也在啊。好，你不要去那边躲吗？你在这里虐大哥。他放菇的吗？放的。来，大黄，过来这里。哎，对，大黄吃。你呀。
下去吗？噼里啪啦的声音，很解压，这玩意儿。好冷呐、啊！我的天哪，我也好饿啊！我好饿啊！中午好吃油条的，嗯，没有饭吃。我为什么没有饭吃？没这么快，先睡觉去，先睡觉。你看一下，你身上都湿了，要感冒了。嗯。好想吃啊！是啊，好饿。这是滚什么呀？啊，打得很狗，我打一个惨。嗯，就你不会分心吗？嗯，嗯，嗯。老大的雨，对呀、啊，老大的雨了。还去淋雨呀、啊？不要躲这边、啊，黑子，你这么笨。还有不行，高一些，高一些。帮你晒干就走。对啊。搞的野窝了，搞的野窝很危险，不能去动。好大的雨啊！还扮演。哎，黑子，不能在这里，去那边。过来这里，黑子。喂，去那边，黑子。过来这里，去那边，黑子。过来这里，快点。小一，是鸡毛是吧？鸡毛不算，我们小毛算。累了，头发都，都干了。拿个纸怎么点呢？你们舔。哎，瞧，过来。黑子。这是狼，晓得不？嗯，这是狼。是啦，啊，现在就是中间。过来这里，黑子过来这里，来，过来，黑子过来这里烤火，这里干一点，来过来，黑子过来这里坐着，对呀，过来呀，这个需要啊，我又要过来了，圆圆过去，来，黑子过来。过来，快点！哎，对，就坐这里，哎，对，就坐这里，啊，乖，不走了哈，就坐这里，烤一下，来烤火来，嗯，好，反过来，反个面好不好？你反个面行不行？不要屁股对着，好不好？出来，十个，红哈的也连不起来，没事，是吧？你可以丢了吗？什么位置去留下？没有，你可以在上面吗？不好啊。哦耶！我的妈耶！好脏啊！你们搞的。你们这到处乱跑。可以。这个昨天的卡太多了，翻不过来了。有没有米饭？狗子晚上才吃米饭，现在给他们加个餐，放只黑的上去烤，那不行啊，老实人家，哎，被冷着。
要坐，圆圆。要坐下了。난나좀비야난나먹셔이제와난나쳐난나쳐난나있다라이빠싸나제난나곤나还没熟下雨啊熟了一波了呀这波还没熟啊坐下等会车没这么快还没熟呢黑子背对着我们毫无违和感裤子黑的坐下哎对坐下啊来猫的时候知道后来用得的刀子没的我们是说这些肯定是大一些哎这就不吹干你玩呢改了我们过年改正年改就用到时候就煮饭了就是如果找好那边的工作室搞完了你来十年了开始是新版的怎么地呢你的水在后面看看这鱼尾骨头小心卡喉咙这鱼尾的骨头挺大的只要不是肚子里面那个小刺就没事安丸子的这种它都会那个的不会吃的他这个又蹭那又蹭了吗前面两个衣服反应都好色的完蛋哥有啊看到没还不止双下巴呢三下巴别胖哥我又要吃番薯了呀我好难呀南村炮哥等一会呀都还没烤熟怎么给他鱼头烤熟先你这么快欢迎公公哥欢迎公哥谢村炮哥这个都还没熟放油干烤啊你他喵的干铁板鱼是吧快了马上震了马上快要震了好难呀我今天又要吃了我还能吃上吗安车神哥狗子两下给你搞定了好多只狗子嘞你以为啊对呀、啊、黑子这个来蹭饭的加上他的酒子了没放调料啊肯定没有放调料啊就放的油给他煎呢、啊、又不是经常吃的这些东西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真狼的饿了呀你长这么胖也没用了油也不能放你看不了的狗说天天给我做减脂餐是吧年糕子大黄冲两个都是不给干糕哇你怎么这么惨啊你好像坐哪都不舒服不会他会护他黑子他会护食他吃的时候黑子闻到香对啊这里有吃他带着不走了对啊闻到香味了他刚开始他都跑的对啊他要走的他本来玩一阵子他就走的他就走的他回去了今天闻到香味了走都不走了动都不动了
鱼很便宜吗？这别人送的呀，别人不要的。他就说给我喂狗啊，那我就拿来喂狗了。鱼头。要出难度，怎么老是不出饭？这要赚钱钱。到哪？黑子啊。摸汉皮虾，汉皮都进来了。嗯，你看，咱就蒸蒸蒸，哇，那也不出饭。他们。就是干吃饭。乖孩，马上来，困了呀，嗯。那个钱少，嗯。这两天总在搞人搞，攀到这高去。攀到这高，你有种睡一下。数字都不行了啊？啥数字？什么呀？啥昵称的呀？他说啥呀？啥玩意儿？啥不行啊？我没看到，刚看黑子去了。打数字了吗？火锅快吃了，亲爱的。不能带公会 ID， 没有啊？这又不是公会的 ID。高呀，大喊！违规昵称，你违规了吗？没有啊，没有啊，没有违规呀、啊！感谢订阅，那就进个大喊一下，进个高一下。等一个时间。你们听到黑子大喊了吗？感谢订阅。对呀、啊，我们公会昵称是16028嘛。嗯，不是搞错，嗯，看你们吃饭。没有啊，没事的呀。对呀、啊，数字这个应该没事吧？我都没听过这个还会那个。对。卡斯罗他。他睡觉了。他睡觉了，他打鼾了。你听完下课去玩来。今天晚上打鼾。然后叫我失宠了。啊，老师。哎，你要睡吗？来，你在我这睡。他打鼾的。听到了吗？啥东西吧？不是，大狙是恶霸，恶霸犬更贵。它是卡斯罗，卡斯罗会长得比较大一点。几年买的？你小姐姐最近不听小姐姐的。黑子比大狙猛多了。嗯，它对，大狙血统纯呐、啊。它这个它会比它高，它比它长得要大一点。它比较好猛啊。真的，它长大巨猛。今年。嗯。这把就只能一个九年，你考上咋的这个有点。应该也绝了，然后这应该。来，你们。等你等你们。难度给他们通知。等你们考几个了，真的。他不是，俺今都还没通，你喊陪子，嗯，从哪去那个了嘞？嗯，俺才给回家。用完些就别干啥干。你还是觉得罗威纳有安全感？罗威纳，我知道。我觉得这些狗越丑的越有特点。小刚，我怎么就睡觉？越丑的狗子会打鼾，狗子也会放屁的呀，狗子。会啊。我们有钱。你屁管。喜欢呢。你晓得一在。嗯九五二七。关门放黑子。嗯。黑子有点像擎天柱。黑子他地包天。地包天这样。他一说的，对啊，好像，他好搞笑啊，他的嘴都笑死了，真的，他的
水，真的就是这样的，好搞笑。擎天柱就这样的。小朋友出发，给小朋友出发。嗯，我咋了？别扭，我这个毯子，咱们能不能去打桌球毯子？这毯子在哪？自己买个。俺们桌球想干好些，回去睡觉吧你。真的，黑子，你回去睡觉吧你。要不回去睡觉吧？你要不回去睡吧？你又不躺地上。可是他要他的毯子。你看，你还把你的脚放到我身上。嗯。你去回去睡吧，嗯，黑子。你回去睡吧，你又舍不得，你又舍不得这一锅鱼，你又想睡觉，饿死了吧？你多遭罪呀你，啊黑子，你们咋的遭？一人咋？我咋遭啊？我要烤番薯了，我好惨的我。啊，我好惨的，我要烤番薯了。最近回了不少，你个臭圆，你个臭圆，你给我加回去我就原谅你，臭圆，你给我加回去我就原谅你，黑子这嘴，鱼不光会回去，哦不追不，鱼不光回去，不加好，嗯，公哥你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你不应该帮，你不应该给老马的资金搞那个。你再高声，你去把关。哇！谢贡哥的六六鲤鱼元宵，贡哥我的吗？呀！谢谢贡哥，快点，我一块钱了。谢谢贡哥，加一加一加一。不给黑子吃鱼肉啊，吃啊，等会再吃啊。哎，芊芊，哎，哟，难听，我进个熊来了，你进个熊了吗？这，还难听啊！不要着急，炒鸡蛋不炒，我要吃快餐。今天老马没有啊，乐意了，不是，没有。老马他那啥，公哥真的没有，飘了，他居然不乐意，哪有不乐意？老马想给自己加，不可能，这是我的。睡觉啊。吃一块你就开始睡了，一个臭圆，喂，好冷今天。这个是谁？死吴彦祖吗？是不是吴彦祖？啊，吴彦祖，死吴彦祖，死吴彦祖什么意思？剪了吧，死吴彦祖什么意思？你也就只能剪一块钱。喵的，哎呀，你那拐板今天拐不到，等他那个呀，等他个鬼呀，他改不了的，要我来，我现在零元，好难打呀。我们家还有一个吗？唱唱歌可以啊，没问题啊。你要听什么歌？我们家还有一个雪瓶吗？
给鱼老六。小黑，一个小黑，过来过来，黑子过来。刚刚这么好的位置，对呀、啊，被小黑抢了吧？你看小黑多。来，黑子，打伞。嗨，哦，吃鱼不卡刺吗？这是大的呀，大的就不怕呀，小刺就怕呀。大骨。小飞飞，抽奖黑，昨天还一脸黑，去。哎，老马 F 是一呀，老马比我还黑。哎，大很帅。你怕是没看到吧？